在我眼中，在我心中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歪果电台推出的专栏节目《最穷音乐测评》，我是你们的最穷音乐测评人 Oscar。由于呢，上期节目的播出之后 ，Royce 偷偷的告诉我说，老板会给我们不断的添置物件。为什么上期节目我没有？老板，哎，咱们找个小角落好好聊一聊。耶、yeah ！哇，这么卡哇伊的吗？想必啊，就有眼尖的小耳朵们看出来这个小玩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其实呢，跟我们今天要测评的专辑的歌手有关，那就是人称傻狍子的鹿晗。他于今年八月份的结尾奉上了自己的数字迷你专辑《派》，这也是继上海堡垒之后的音乐回归。那么究竟是专辑有什么样的魔力，让其成为上线首周销量指数达到 top one 的成绩，那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。我们先来听第一首 Your Love 夏令时，听完之后呢，路边的小姐姐你要等等我哦，我就要来偶遇你啦。整个歌词呢，甜蜜指数直线爆表。不得不说，继恋情公开之后，鹿晗的感情生活幸福直线上升。鹿晗，你这样不是要虐我们这些单身狗吗？接着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《夜的尽头》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，直到我看了这首歌的 MV， 跟之前发行的《诺言》竟然有几分相似，无论在歌曲的演绎上还是在 MV 的呈现方式上，味毛是一样的。平复一下我的心情，虽说这首歌加入了更复杂更难懂的人物情感线，但依旧改变不了我全程的冷漠脸，听一下咯。在夜的尽头只有我说，时间全都停了，困住我，困住我，看你出走，当破碎的心又拼凑，有个影子谁也赶不走，赶不走，直到最后还不曾把你猜透，一个人跳进了爱的河流。终于重点来喽，来到的是这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Walking on the Moon。 听到这首歌的同时呢，总体就是比较流行的 Melodic Trap， 然后带点 PBRNB 的感觉，歌曲在和声部分加入了 Talkbox 的元素。虽说这是一首纯英文歌，从歌词的表达当中呢，也能够感受到他面对生活中存在的质疑和谩骂声，老子一副我不 care 你的态度。再说到这首歌的 MV， 跟之前他的一首《触发》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也让我呢联想到酷玩乐队的一些歌曲 MV 都是在利用这种创意动画，然后来表达出更深层次的含义。来，掌声送给鹿晗，太不容易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这张迷你专辑呢，就只有三首歌，我也是花了7块钱去支持的正版。听完之后打分的话，3颗星吧。说实话，因为我是对鹿晗的这张专辑期待值非常高的，但是落差感呢又有那么点大，那就2.5星吧，不能再少了。我也希望他在音乐领域能有他北京小爷的敢为性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呢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对了，各位小耳朵们要送福利咯，赶紧拨动你们的小手，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留下你们的脚印，我会抽取一位幸运观众把这份礼物送给他。我是 Oscar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专栏节目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